FJ 双表加一表，让我们欢迎钟明轩。讲到我现在是唱跳歌手好吗？你现在唱跳歌手，你说跳男跳老歌手，比我们还红哎、欸。对啊，其实我们有录单曲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真的？我们有录，但是那个单曲已经被我们销毁。我们唱的太难听了，對我们包括部分，那天真的不能播，连收音都无法吗？就是你听了就觉得，耳机坏了。耳机的耳机自己坏掉，自己这一关真的过不了。我今天要聊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当一个网红有多麻烦。网红的辛酸是一般人无法体会，就一般路过的民众是没有办法可以体会到的。坐在西门町，就算这个人他不是认出我吧，他只要一看我。看我超三秒，我就觉得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被认出来，我就赶快走，被跟，然后我就躲到 Nike 店。他怎么跟？他是这样子，没人折吗？就是一直拿手机这样子遮自己的脸、哦，然后我就躲到 Nike 店。那你干嘛不要拍个照就好了？然后有一次更夸张，是我在我家附近要回家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人骑摩托车一群八加九，然后他就秀过去，然后他就看我照镜，周明轩可能我太白吧，然后我就下来人间，没有，好好、哦。我是这样走，他们是这样骑过来啊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声音，就是回转的声音，赶上车了，完蛋，我赶快听，我就绕跑啊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说，快赶快开门来救我，因为那群八加九感觉是要打我的。他们为什么要打你？给他打也好啊。他们那个是哎，这么去走啊，去找他那种感觉，就感觉他对我打我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八加九不会打我们这种，对，他只是觉得哎，蛮好玩的这些小女生，想这样挑战一下，哎，想看看肛门他脚会动了，哎，研究他。可是你知道，有时候其实我自己有竞争性，就例如说我们两个不是一组嘛，他就例如说我们 po 了影片之后，然后我就跑去看同时在 po 的，例如说那大师看到比例多少，哎、欸，跟我一样哎、欸，我就会比较哎、欸，你不会比，哇，我会，可是会自己心里就会代谢一下，就觉得没关系，可能他的主题真的比较好笑一点吧、啊嗯，没有，我们都通常都是比人家高的啊，我这样讲对吗？剪掉啊，你很烦啊，这件事情，对啊，那你觉得？就是你在红之前跟红之后的人生有差别。我想先问你们，真的吗？你们红之前跟红之后的差别？我差太多了。例如说，我之前交友档案啊，就是大家都会看到我的照片就想跟我约。可现在就说，哎、欸，你是腐腐哦，然后就觉得说，我只想好好打个炮，你们可以不要在上面认亲吗？可是我没有这么 over， 所以我每次用同性软体的时候。第一个他们都问了，问哎、欸、是不是盗照？然后我解释之后呢，我还曾经有一次我开视讯来看我是我本人，然后说哦是你本人，大家说那我要看打你，那时候自己是为了那时候还没有打你，还没有那个时期，还没有到那时期。红之前跟红之后其实差别没有太大，因为红之前我就很爱表现自己，在我走在路上本来就是搔首弄姿，红之前跟红之后就是一个会被认出来，一个会不会被认出来的差别。哦，有些迷妹是他们会大叫尖叫，让旁边的人都在看你。就这样夸张？就是公共场合啊，这个我曾经就在西门町，然后拍照是没有到排队这样，就是很多人围观，比拍歌机排多呢。就是他说面试，别人以为在卖什么？就围五六个啊。哦。然后拍完赶快走，那时候有点剧情的感觉，拍完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情，谢谢你们走了。你有什么事？没事啊。那你开门，然后旁边对，怎么红灯？99秒。哦，有时候真的会这样。就以前那时候，我不是很爱去喝酒嘛、然后有时候我只剩一张酒券，我就想换两杯酒，我就跟bartender说：“哎、欸，那我给你看我老二，你给我两杯。”他们就说：“哦，好。”就会大声，喝酒跟到什么来就给他。是你真的给他看？我说以前还没红的时候，但现在红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在你红之后，他们认识你了，那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看过悄悄掉。”我就这样子给你看，然后就给我两杯，端来冷下后。好廉价呀！我就很 cheap 啊。对啊。好了，下一题我是想私信问他，请说出一位你最不喜欢的网红。好，OK。哦，谁喜欢他？没头没脑的，就是对啊。好，毙掉哈。为什么？那大家可以继续猜。可他其实是很励志、很正面的，因为我很爱看钟明轩的影片。你说他听说有在泰国一直看我影片，他一直在看，他一直在看，太疗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拍完20组照片，他还在看钟明轩的影片。我在等我一下，再看这5分钟就好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明轩最近出了他的单曲，叫做 Just Can't Stop It。Right now, just can't stop it. I just can't control it. 浇不熄的热情澎湃在我心。Right now, just can't stop it. I just can't control it. 止不住的热情跳动，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停。这个 MV 的 dancer 跟舞蹈版的 dancer 都是请出两位大师级的
的舞蹈老师来。没有了，我们只是网红女丑而已。不要这样讲。当经理人说这是在说网红里面出单曲里面质量最高的。谢谢大家。经纪人化成音效，让他们收手。好了，谢谢啊。OK，FJ 的影片结束。如果喜欢 FJ 的影片就喜欢，不喜欢 FJ 的影片就滚开啊！